1987。招呼好一点。知道了。哇，这就是鲍比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。嗯，这兔子挺好玩的，你一定跟他说你是兔年出生的了。还用说吗？今年根本就是兔年。哈，你真会敲竹杠啊。那当然了。1987，兔子，兔，兔子。你们走开！慢慢来啊，哎，接到这边来啊。兔子贤香，没介绍错吧？大派用场。杨林呢？没想到你连这些扣子都肯扔吗？哼！你们这些天使真讨厌，抢完了毒品，又来抢金子。西城呢？你把它藏在哪儿了？西城。
怎么样？